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窃娇书》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。给您换一场，接么一场，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呀、啊，两位演员很辛苦啊，很累呀、啊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对，这回呢，啊、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哎，给您说一段，表演一回。您看这个，好多的观众啊，啊，跟我们说。哎呀，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啊，哦，文化水平太低，很低吗？有的人说，哎呦，这个，但是现在不然，现在很多我们现在的说相声演员都是大学毕业，哎，大学生啊，都是本科生，对对对，有些人说我们那个学问低啊，啊，都是过去，原来的老先生，哦，家里本来就是不富裕，很穷啊，很少有家里边能拿起钱让孩子上学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那一阵儿的一代相声演员呢，啊，这个学问都比较低，很低。但是后台啊，我们这几位老先生啊就不然，怎么呢？都有学问啊，后台几位都有学问。过去上的不像咱们现在上的这个，上什么呀？打小学开始念，小学呀，啊，中学呀，哎，中学，高中啊，高中，念到大学，哎，大学。接着念幼儿班，哎，幼儿班，你等会儿啊，怎么越念越往回呀、啊？这个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，没听说过、啊。到大学就结束了，哎，对，到大学结束了啊。过去不是，过去念没有这个哦，不分年级，是吗？一块混着念，哦，您说这是私塾？对对对对对，有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啊，下边坐着四五十个学生，哎，都是一块的，念什么都有，是吗？哎，有开始基础的，哦，像小三本、三字经啊，这些三字经啊、啊百家姓啊、千字文，哎，对对对，小三本。再往深了一点的呢，啊，念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弟子规呀、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念论语，哎、论语。往大了一点啊，孟子、大学、中庸、哎，哎，对，就是念这个。是后台这几位老先生都经历过啊，都经历过。你像什么啊？邢文昭，邢先生，李文山，哎，李先生啊，张文顺，哎，张先生，仨人，哎，都是一块的学生，可不是吗？一块同学啊。这个张文顺呢，岁数大，是年岁大一点，大学长，哦，念的时间比较多，是是是，念到大学，呵，当初仨人一块念啊，他爷爷，我爷爷，曹鹤阳的爷爷啊，也跟着这仨老先生在一个班哦，他们是同学，对，同学哦，只不过他爷爷就是小学生，对，刚学也是，哎，对对对，仨人不好好念，这仨不好好念，是你说那时候孩子都小，哦，跟我这岁数的是十五六岁啊，谁没事坐得住啊？坐不住，往这一坐啊，三四个小时，呵，待不住哦，没事干嘛呀？怎么办呀？玩呗。玩聊天哦，把这课程就耽误了，全耽误了。老师得盯着了孩子学习呀，哦，所以说没事呢，叫过来背书，哦，检查作业，检查作业，看你背怎么样。哦、对呀、啊，那天老师拿着戒尺啊，这哎，这戒尺是就是怕学生背不下来，啊、打手板使的。哦，这打手板用的手板。哦，戒尺是张文顺，哦，李文山，嚯，邢文昭，那仨老头。看你爷爷哦，我爷爷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爷，你甭管，就小曹吧，小曹，嗯，过来，我背书。老师还挺厉害，张文顺过来啊，你等来，你等会儿、啊，打小就这模样是吗？要不是坐下病了。哎呀，来，哎，跟这一站，嗯，李文山，哎，你看，老师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说什么事？这李先生刚抽完大烟呢，是怎么着？小时候就那样。哎呀，邢先生过来，这叽叽什么呀？这个，哎呀，你爷过来啊！老师，我爷这样，背书背吧，打李文山这来。啊、嗯，李先生背在哪儿呢？什么呀？子曰。哦，子曰念什么呢？《论语》。哦，哎，老师啊。我给你背的，你先洗把脸醒醒吧，您这个、啊，哎呦，怎么都这样？行，那个背书嘛，啊，别废话，啊，赶紧背啊，赶紧背。哎，子曰，哎，子曰啊，学而时习之，啊，不亦乐乎？哎，往下背啊，接着来呀、啊。哎，忘了，忘了，还真理直气壮呢。忘了，往下背呀、啊。啊。不告诉你，忘了吧？哎呀，忘了怎么往下背啊？是啊，伸手，伸手，啪啪啪，跪下去。哦，
哦，这体罚跪着去了。跪着去了。哦，行人照过来了。啊，行先生念的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念的是三字经。三字经。哎，三字经知道怎么念吗？就是人之初啊，就这个多好背啊。谁说的能说两句？当然了，人之初啊，性本善的，性相近些。过来，老师背书，行不成？跟着背背吧。你跪下去，甭背，跪气疯了，这得。哎呀，张仁顺过来啊，念大学了，大学长，大学长。哎，老师，跟你商量量。商量什么呀？什么事啊？啊，我直接跪着行吗？跪着。哎，直接放弃了，您瞧了吗？这，哎呀，哎呀，要亲命，算了，小曹，过来。还是我爷爷了，就喜欢你，过来，快背。啊，让他们瞧瞧。是，让你大学长给你好好学学啊，瞧瞧。哎，背。查前孙李周武郑王封陈楚卫姜太韩杨，这百家姓啊，特别溜，简单呀，背下来了。哦，你跟着坐着去，坐着吧。哎，没事练练字。嚯，你们仨啊，啊，跟人学学。可不是，刚入学几天啊？啊，你跟人学学。对呀，跪着好背，就别捣乱。我上厕所啊，啊，一会儿回来。检查你们仨人，知道吗？去个厕所，去厕所。嗯，老师跟厕所蹲着呢。是，学生继续念。嗯，这仨人一块念。啊，哎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破烂的妈呀！哎，我等会儿，卖破烂都出来了。是啊，啊，老师正蹲着呢。哦，正拉着呢。是，都背挺好。哎，怎么出来这么一句呀？对呀，破烂的卖啊。老师养我，赶紧出去吧。为什么呀？再不出去啊，哦哦，我这课桌都让人收走了。哎，对，都卖了。出来之后，哎，刚才都背好好的，怎么出来那么一句啊？对呀，破烂的卖。谁背的？问问谁？是啊，就你这仨啊，你琢磨，恨得好。恨什么呀？恨你爷爷。不是，这恨什么呀？我们仨跪着啊，他坐着，他背下来了，好不了。哦，啊，你好不了。是。哥仨一对眼神儿，嗯，来人！哎呀，来人！那小子就坐着呀。你看倒霉模样，你瞧了吗？你，哎呀，没错，没错，还没错呢。这，就都背过气去了。行了，您这，哎呀，老师走你爷跟前儿，爷这还背着，还这样呢。小曹儿，刚才那句破烂的麦是你背的？是吗？老师是。是我背的。哦，我看同学们都快背的睡着了，我来一句提提神儿。提哪有这么提神的呀？这什么地儿啊？这是学堂，知道吗？对呀，朗朗上口读书的地儿。哦哦，你来一句破烂的麦，像话吗？不像话。睡着。嗯，啪啪啪，跪着去。我这也打完了。哎呀，你爷这手都肿了。哎呦，太使劲了，跟熊掌似的。熊掌哪有那么大个儿？拿砚台跟这捂着。哦，这凉消肿啊。哎，你爷心想。好，好，行啊，你们仨，哦，贼着我的，是，我挨打，你看着，明天我让全班这些个同学都挨打，哇，这么狠呐！你爷爷就有这能耐，有这能耐吗？晚上放学了，哦哦，该回家都回家了，都弄走了，他不走，他为什么呀？哎，跑老师这儿，啊，老师，我不走，我扫除，哦，值日，我值日，我干活行吗？这好学生，哎，行，啊，这么着，你呀，啊。把这个窗户都擦干净了，哦，地都扫净了，呵，这桌子都擦一遍啊，活还不少。把这钥匙给你，嗯，临走时候把门锁好了，别忘锁门，知道吗？对，我走了，嗯，你干活吧，干吧，爷爷，干得热火朝天，嘿，擦得倍儿干净 啊，底下扫得倍儿净，是。扫完之后呢，嗯，想起白天这事儿了，我生气呀，这事怎么办？嗯，我让他们仨都挨打，这怎么挨打呀？干脆啊，我呀，在老师这。凳子上哦，拉破屎，拉，这有点缺德，这个，跟这拉完了哦，明人不做暗事，那怎么办，啊，哎，我写个纸条，上写仨字儿，啊，我拉的，来纸条，哎，拿一条苗啊，签这屎上，嚯，哦，还插上，走了，锁门，小旗儿，您瞧，第二天早上啊，老师来了，是，老师一看啊，嚯，窗户擦的挺亮，哎，干净啊，地扫也挺干净，啊啊，不错不错。这怎么了？发现有股子异味儿，可不是有异味儿吗？您这走来走去啊，看这椅子上，嗯，有滩屎。对呀，啊，老师以为什么呢？什么呀？以为是狗拉的呢。你瞧瞧你，你才狗拉的呢啊！
就是、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老师想的呀，不想也没这么说。因为狗拉的呢，这没生气。嗯，一看上面有纸条，写字儿了，写着我拉的。老师一琢磨，我多咱拉的呀！哎呀，老师也缺心眼儿，您我去厕所，我多咱拉这儿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裤子没开裆啊！你就别琢磨了，就一想啊啊，罢了。怎么了？准是那小曹干的。他怎么知道、啊？他最后一个走的。哎呦，这钥匙给的他呀！这破绽太大了。罢了。啊，你不干这个吗？是。行，今儿全班啊啊，来一个问一个，来一个问一个，来一个打一个。嚯，看着。你看着，老师报复心理也强。您瞧，我一会儿张文顺来了，嗯嗯，打学长吗？第一个打学长，哎，老师门口贼着，啊，拿着戒尺，呵，张文顺一见了，老师，哎，还那样，完了就走，啊，老师拦，哒哒哒哒哒，张文顺，嗯，看看我那凳子上，那纸条上写那几个字念什么呀？我问问，张文顺。你快趴地上了，这都，哎呀！张文顺心想：老师今儿怎么的了？是啊，这我都念大学了，嗨，这我不手到擒来吗？简单的几个，倒是就念，嗯，哎，我拉的，念什么？啊，我拉的，念对了，怎么了？是啊，把手伸过来，啪啪啪，跪下去，跪。啊，这么着呀？张文顺心想：啊，也不谁这么缺德，你说说。哎呦呵，不一会儿李文山来了，嗯，李文山。大帅，哎呀，林山，别走。哦，看那凳子上写那几个。